住喺呢度一出门口就有个咁靓嘅湿地公园啦，而且呢度一出门口咧就系珠海嘅华发商都嘅。今日咧就分享一套比较适合刚需嘅人群，而且超实用嘅准现楼俾大家。呢一套咧就系85平方三房两厅两卫嘅，今年年底就可以交付精装交楼噶。呢度咧我哋见到嘅橱柜啦、厨房三件套啦、五金件啦，仲有卫浴间入边啲卫浴配套咧都系交付标准嘅。咁呢个户型咧佢就系餐客厅一体。树厅设计嘅，咁佢开间咧系有3.7米，阳台系朝南向望内园景观噶。咁呢个户型咧，其实佢就比较适合刚需嘅人群，同埋都比较适合过嚟珠海呢度旅游度假养老嘅人群嘅。咁呢个户型咧，佢就系三开间朝南，两个卧室加埋嘅客厅咧系朝南向嘅。呢个户型佢比较好嘅就系佢嘅设计好市正，每一个位置咧都系好好用嘅。咁呢个主卧室咧，佢可以摆到1.5米或者1.8米床都 OK， 而且佢仲系南北对流噶，所以无论佢嘅通风采光咧都系非常之好。咁呢度咧就系虹安新城小学、中学嘅学区房嘅，咁呢度咧就拥有咗珠海虹安新城最好的配套，无论是医疗、教育定是商业，这里都是现成的，非常之完善，一出门就可以享受到了。这里去到广北广珠澳大桥口岸只需要20分钟，去到珠海机场15分钟。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仔，快点后台私信 Amy 拿资料啦。大湾区自放盘，请为 Amy 帮手，记得点赞关注啦。